小朋友，你们都知道什么叫空气吗？知道。不知道的话，你们就把手放在空中甩一甩，你就会感觉到有东西从你的指尖中流过去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空间中到处都是空气。然后你们刚刚有看到这个纸杯，我跟我这样单纯丢出去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转？